尽管英文比赛本土尼贡献个好模，上球以来呢，对全批过来贡献，慢慢变做派过来贡献。四川呢，新鲜发现啊，那个学生同那个高派到动手，还个表现个时节没讲到动好，还是实际头平时爱用个时节是无法吐嘞，无法吐抢贡献安全。所以教育部推动前进世界贡献，实际来讲，也前进贡献是平时个想法。无清楚嘅准备范围，而教育部是表示，每年补选嘅爱时间嘅累积，好教同家庭听取爱强下来做哦。希望大部分嘅比赛方式嘅改变，会每年进行嘅入业成分。土台红梁将届仲下系头1809年全国语文比赛度拿到好成绩嘅学生。全国语文比赛学生组本土语言贡献好模，对1809年开始期盼前进式贡献，1810年正式实施。因为12年国教很重视孩子要在生活中、在情境中可以整合活用的一个能力。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期待孩子可以透过这个竞赛方式的改变，我们要孩子真正的会听、会说、会思考，也会活用。本班学生为100派3到4篇贡献歌。按你派过嘅形式，既然是是党叫你，按党以来操行成熟上台，都算过派到动手。共发嘅上跳，动有技巧，动有感情。唔过过款以来，只系一场表演人。等到你学生子正式讲得名，颁奖问就讲，啊，你讲乜嘅名第年位啦，乜嘅就唔会讲。可以讲你为20年嘅时间，应该教学就完全就系冇成佛法，用视频嘅方式，应该写字嘅全部就冇搞新功。土地一线教学界开发先生许世龙发现，当到学生拢会表现，唔会讲，所以佢看到如此棒嘅成绩，都开始规划扩强。了解是在都头进行前进式共建的教育，不过到底嘛个是前进式共建咯？同本摆青苔的相差，都在比赛之前未先公布题目，还有学生要现场出题、现场准备，各看的呢同了解成法相关的视觉图片来切只共建咯。不过到底要怎样训练，安尼了下考下来看下。先生拿图同学生一种一种解释，电视完全同四种图传起来，讲自己反正解故。但对对基金师子去比赛各界学生来讲，还算无安难。基本的阿咪行到路方，突然间听到有人喊冲价冲价。头1810年，桃园市龟山区开发前进式共建得到第一名。六年生的种子女，平时练习都会好好应对，同学临走平时出街考题。如果阿明没有报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阿婆的皮包就会在夜前走。面对太太细细的问题，都会随时做好反应，回答内容的反应图，老师更有清楚流利。观点看法是不是有创新，有自家的想法，表情从容有自信，还有贡献成分，具体通过测验来到六台项目，都是先手拿到高分的关键。那我们未来大概也都不会公布题库啦，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又回到背诵的一个方式。也许5年10年慢慢的看到有一些起色，我们觉得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进步了，但是确实这个都是需要时间。政府单位推动模拟补选，除了同本土语言列做高中以下的必修课程，要对贡献来做，希望本土语言融入到成绩度。客家新闻采集非刘一平桃园台报道。